情感当中缺失了信任，这段情感该如何往前走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孙，24岁，来自长春，驻唱；女嘉宾小王，25岁，来自长春，是一名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听众老师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欢迎欢迎欢迎啊！这个你们俩谈恋爱几年了？4年。四年了？对。哦，真是时间不短啊！现在遭遇了什么困境呢？没有了信任。就是感觉在他身边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啊。就是跟他在一起4年了，现在就是他的手机、微信还有 QQ 的密码我不知道，然后就是他的朋友圈也从来不发我的一些东西啊，我就感觉就是防我一天跟防贼一样，我就感觉特别特别不理解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起码应该有起码的信任，不给他我的微信密码还有 QQ 密码，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你信任他，你应该给他呀，但是他不会看呀。我给他了，我觉得他是在看着我啊，我其实挺不喜欢这种感觉的。好，那姑娘往下说哈，就是你会发现他在朋友圈里面不发你们俩的这个，你觉得好像他没有公开，对吧？可是在生活当中你跟他的朋友有交集吗？生活中就是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很少跟他朋友一起就是出去玩啊，然后就是我老是感觉他不想就是让我陪他一起出去玩，就比如有一次说我俩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是打麻将，然后我感觉正常来说就是你让对象陪着去应该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事儿，他就特别特别不想带我，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然后回来之后我俩又大吵了一架，我就感觉特别不理解。因为那次我出去我身边的人都没带女朋友，我觉得就我自己带了，我觉得挺特殊的。而且那天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样，我说你别跟着我去了，我说你也出去玩，我也出去玩，然后咱们呢玩完了以后，然后咱们两个再联系，咱们两个再定一个地方晚上一起吃饭。然后他非得要跟着我去，我就挺不理解的。我觉得你有你的圈，我有我的圈，对吧？我过去怎么了？我是以你身份，我是以你对象身份过去的，而且你一年领我去过几，我跟他在一起4年，总共就是领我去见过几个朋友。也就是他身边就是老是，我领你见的都是我身边最好的那几个吗？不是，4-5个，啊，四年四五个，身边朋友总共就那几个好的，那其实工作上认识的一些人，我觉得没有必要领你去见。那我为什么我要上哪儿的话，我必须告诉你一声，然后我自己的手机什么微信什么的密码啥的，必须得都告诉你。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想法，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你不发我的东西，那你为啥拿我手机自己主动发你的东西呢？而且还天天说我粘，就是说我粘人，因为我是上一天休2天，然后那2天可能就是平常休息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然后呢，他就说我特别粘人，后来我就感觉说我一个小姑娘我不能这样，然后我就很少很少去找他。我一个月也就是最多10天去看看见个面什么的，就这样他还说我黏他，而且他现在什么事儿都就是我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说，而且就是我的一些事儿他从来都不上心。不是不上心，你跟我说的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